配合沙崙邊科學城周邊的重大建設開發，完善的交通運輸系統更是扮演著促進產業發展的重要角色。因此結合著台北16線和台19甲線兩條對外聯絡道路，也在今日正式動土，預定2019年底完工通車，對咱地方的經濟發展會帶來正面的效益。沙崙二林科学城另外的路新片工程，是市长吴育天自担任立委期间的积极争取的交通建设。经过各方努力，总算在今日下晡正式宣布启动。伊除了感谢中央甲国民代表的支持，更有地方的大喜之日，来甲大家分享这份好消息。一连串，不管是研究机关、中央研究院、工业研究院、工研院，或者是咱的交通大学。的建设拢一直在完成，吼，一直在开始做，所以咱中央大概投资560多亿，地方嘛相对吼有足济，也要投资伫遮。啊，今仔日这个要投资要有交通建设，咱的交通建设就参像咱头拄仔所讲，比如说讲的，已经陆陆续续到位，陆陆续续完备。沙崙二林科學城另外道路工程，包括高铁台南沙崙站连接南永安四线联络道工程，以及桂林13路延伸到关庙道路工程，两条道路总经费12.3亿，预计在2019年底完工通车。那么另外一条道路，也是我们这一个，高铁特定区往北，大概就是桂林市区的一条高花山路的延伸。可以接到凯旋路进入桂林市区。未来道路完工以后，将会当纾解沙崙地区塞车的问题，提升便利和安全性，同时也会当串联周边区域，带动农业、观光、旅游等产业，促进地区经济发展。记者张亚山、葛佳明桂林区采访报道。